陆港天后宫2020年祈福点灯作业起跑，而今年依旧是挤入满满的人潮，其中限量将近200个财运亨通斗，全年的点灯价8800元，却不到一个小时就宣告额满。长长的排队人龙涌进陆港天后宫，就连庙方柜台也站满人。因为28号上午受理2020的点灯作业，吸引大批信众。其中最抢手的就是限量将近200个的财运亨通斗。公司行号喜欢点的就是我身后的财运亨通斗。再可以看到我们斗具里面的话，会有剪刀啊、尺啊、秤啊、砣啊、镜子啊等等。在它的斗具里面的话，再加放金元宝。陆港天后宫的财运亨通斗一年点灯价8800元，吸引不少信众一大早就来排队，刷新去年将近半天额满的速度。今年早上开放一小时就额满。另外最特别的是，斗首一年点灯价50万元，连续3年都有同一个家族安奉。营造工程、公共工程的，所以他们希望说，他们的那个施工的部分的话都能安全。然后他们也来到这里的话，当着妈祖的面请示，得到妈祖三杯的允诺，然后能希望就是说让他们来安奉明年的斗首。第二年了。觉得有点感觉怎么样？就是上年运气也比较好一点。每年到宫庙点灯，不少民众认为五百五波比点灯为自己祈福，祈求来年一切顺心如意。记者戴荣茂、庄化采访报道。